厨房吧，因为油垢很多啊，因为没有每天不会说每天都是洗那个松油那个油烟机啊。很脏哎，好恶心啊！油垢呢，因为它是固态，所以我们再加上吹风机在表面把它吹湿的时候，那液态跟这个清洁剂混合之后，清洁剂更能把这个污垢带走。